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二，大夫，再这样下去会憋坏的。他这咋了？尿憋的。嗯，是这样啊，你们转太医院这费用可就上去了。也不能让他这样一直干等着呀。院长，您联系一下，我们等会儿来吃药吧。 幸来就喜欢在地里干活，就让他干他喜欢的事儿呗。你倒想得开啊，不嫌弃他是个农民。星月，星月，星月，我太欺负人了，我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放心，姐一定不是看你被人这么欺负的，姐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去。姐不累吗？ 睡会儿吧，咱没啥关系背景，但是只要咱努力了，使劲活着，不管将来过成啥样，都能对得起自己。咱问心无愧来这世上一遭，我这当姐的就是能帮你多少就帮多少。我这看见你住这儿，我就不行，起来。 你晚上就跟我去住小旅馆，明天我给你找房子、租房子，给你安顿好了，我再走。爸，你别着急，妈，瞧您说的。妈，以后您就踏实睡，家里做饭的活交给我，一块儿弄，咱俩一块儿弄。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事不靠谱，花这么多钱干这事能有个好吗？你还说敢想敢干呢？你别着急。 我承认，我当时做事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后果。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补上。啊！我去村卫生院看着万传家了，他啥事都没有。万传家认错了，明明是万传家先欺负的我妹。你没事吧你？你说开会就开会，你贵姓啊？我姓何。你但凡能有王庆来一半那么老实，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。 干嘛呀？都变成老实人，变成老实人，你们高兴了，让你欺负呗。找第三方做评估是吧？啊，来，说好你们的东西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群畜生！